yo， 我系 Brian 十八大寿 ，check this out。今日下一个开杯面嘅片，试下边个好味。杯面发言人。安藤百福于1971年9月18日在日本上市。在我孤独痛我的时候，陪伴着我的是杯面。所谓日有杯面，夜有杯面。连宵夜都杯面，十分方便。依家的杯面款式多到真的不知要吃什么好，所以今日我拣了这三杯杯面，因为它们便宜。再睇下平嘢有冇好嘢。在我温书痛我，你有温过书咩？在我打机痛我嘅时候，一杯热水，一包味精粉，唔使煮，等2-3分钟。就搞定，十分温暖。中意嘅话，可以加入罐头、鸡蛋、香肠。如果要增加风味，亦可以加 XO 酱、腐乳、辣椒油。添加一啲紫天椒、蒜米、青柠、九重塔等等材料，能够令到味觉上一丝冲击。首先试下没有加任何嘢。一啖，两啖，三啖。由于没有巴掌，买不起以上食材，今日我只能够攞雪柜里嘅卷啊，放入杯面里，试一试一家华利兹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成绩已经有了。如果没有加其他配料，我本人会认为粉红色那杯比较好味，因为比较贵啲，面比较烟韧，同埋我所讲嘅辣辣地，唔会太难食。跟住加咗 cream 咧，我就比较中意呢个。嗱，总结完，食晒周围，好饱。